大家好，我是阿林。很多城市都有这个双子塔楼，重庆也不例外。重庆的双子塔楼就是这个黄金双子楼。黄金双子楼在重庆南岸区南滨路。我现在在烟雨公园，大家看一下吧。它也是重庆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。它对面是渝中区。现在我们再走近一点看，所谓双子楼就是两个楼房建得一模一样。这里是海棠烟雨公园，今天重庆天气有一点热，几乎没什么人。看到远处那个是恒大解放碑，那里是解放碑哦。再过来一点，那里是朝天门。现在这个江里面，涨了很多那个水，下了暴雨，长江都像那个黄河一样，水是黄的。这个双子楼，里面有那个喜来登酒店。这南滨路啊，晚上的话观夜景的话是很好的地方。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